喂 ，Hello 各位，我就系风琴结合卡洛斯啦。 喂 ，Hello 又系我卡洛斯。咁自从上两个礼拜咧，同大家开始咗一个 ChatGPT 嘅话题咧，咁无论学生同埋童工咧，都开始留意到究竟人工智能可以帮到我哋喺工作上面做到啲乜嘢。咁咧，既然我上一次咧应承过大家，再会喺音乐同埋绘画方面咧，同大家分享我嘅经验咧，今日我哋尝试先由绘画开始啦。 咁我知道咧，用人工智能作画咧有好多平台选择嘅，有 Stable Diffusion 啦，又有 Midjourney 啦。嗱，今日我哋先由 Midjourney 开始入手先啦，好冇？好啦，如果一向都有关注卡洛斯 Facebook 嘅朋友咧，咁应该见到我最近咧就转咗头像啦，而且最近咧亦都出咗一条片咧，就系识讲嘢嘅噃。我真正身份系一位天赋作曲同埋指挥潜力拥有。 其实呢两样嘢咧，都系使用呢个 Midjourney 咧，再配合另外一个平台叫 DID 所创造出嚟嘅。咁我哋先睇下 Midjourney 系咩嚟先啦。咁原来 Midjourney 咧就系 LeapMotion 开发嘅一款 AI 绘图生成工具。佢好似 ChatGPT 一样，可以接受啲文字嘅描述咧，包括你个风格啦、题材啦、场景等等咧嘅关键字咧，帮你作画。 我安装就冇乜难度啫，上 Midjourney 开个 account 就可以有25次嘅免费经验啦。好似你见卡洛斯啦，画嗰啲会弹吉他嘅老鼠啦，会弹吉他嘅美少女啊，或者万向车啊等等嘅题材，都系写一句说话佢就会自动生成啦，而且每次咧系画4幅出嚟，有得慢慢俾你拣添。啊，唔单止咁啊，我仲试过咧，将我学生阿雪贤咧俾我嘅一幅照片咧输入去里边，然后让 Midjourney 根据呢幅照片咧，再生成其他嘅画像，效果都相当唔错喎。阿雪莹都非常之满意。好啦，点开始第一步呢？其实要玩 Midjourney 咧，首先就要注册 Discord 嘅账号先嘅。咁 Discord 又系咩 嚟噶啦？其实佢系一个聊天嘅软件嚟嘅，冇得玩游戏嘅小朋友都识噶啦。喺 Discord 上面有咗账号之后咧，你就可以登入呢个 Midjourney 嘅 Discord 频道。 然后打入指令咧，就可以生成 AI 绘图噶啦。嗱，我而家就示范一次打指令嘅过程俾大家睇啦。呢一个咧就系 Discord 嘅频道啦。咁咧，我自己喺里边咧开咗唔同嘅聊天室。但系第一次玩嘅时候咧，我就系进入呢个 Midjourney Board， 佢里边俾新手预备嘅 Newbies 17嘅聊天室嘅。喺呢度你只需要打斜线 Imagine， 再打 Prompt， 跟住就可以输入你嘅指令啦。譬如我而家打。 A fat mouse playing classical guitar， 得出嚟嘅就系呢一幅影像啦。假使间你初嚟报到唔识玩嘅，亦都可以参考下其他人所打嘅语句。好似呢个朋友仔佢话 Alien woman's face morphing into crystals blue and pink dreamlike， 后面嘅咧就系一啲打光啊镜头嘅参数，就会出咗4幅画。 出咗4幅画之下咧，下面仲有9个选择，包括 U1、U2、U3、U4 俾你放大任何其中一幅图 ，V1、V2、V3、V4 就俾你用其中一幅图再作变化。而 refresh 键咧就系将成个指令重新去做一次。如果系指令行按加好，上咗一幅相片，然后再抄起咧相片嘅 URL， 将佢放喺斜线 image prompt 嘅指令里边啦，就更可以将自己嘅样子咧生成唔同嘅图片。 不过我都觉得唔系好似自己嘅，试咗好多次啦，先至得出一幅自己比较满意嘅画像，然后咧再利用 V1、V2、V3 咧，再做出一啲唔同嘅 variation， 最后用 U1、U2、U3、U4 咧就可以放大你嘅画像啦。当你绘出咗呢个画像之后，今日教多大家用多一个平台就系 DID 平台啦。呢个平台咧可以输入你喜欢嘅照片，然后再配合你输入嘅声音片段咧。 帮你为照片配上口型同埋动作嘅。当然呢个 DID 嘅平台咧都系一个试用版本嚟嘅。当你用晒啲 credit 之后，你就要俾钱噶啦。于是乎咧，我又为自己改变下形象，做出呢幅新形象嘅画像，然后将呢个画像咧输入咗去 DID 里面。我自己咧亦都用录音软件去录咗一条声轨，再输入去 DID 里面，跟住就按 Generate Video。 喂 ，Hello 各位，好快就完成咗啦。 大家一齐嚟睇下个成品系点样嘅。
喂 ，Hello 各位，我就系风琴奇侠卡洛斯啦。我嘅真正身份系一位天赋作曲同埋指挥潜力，拥有演奏中西传统、现代同埋前卫乐器，演唱艺术歌曲、流行歌曲以至粤曲，解构各种乐器性能同埋修理乐器嘅能力，醉心于研究电脑音乐、科学、各种工艺、针灸学、电子电机学、电脑语言编程、微电脑硬件控制、电脑动画、电脑辅助设计生产、立体打印、影片摄录同埋后期制作、航拍、人工智能同埋一切尖端科技，投身于研究改进传统乐器同埋创造发明21世纪新乐器嘅音乐学分析学者暨音响乐工程博士研究生，请各位多多指教。好啦，经过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用 Midjourney 同埋 DID 嘅一啲经验之后咧，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咧都向呢个方面发展。我哋唔希望人工智能咧能够取代晒我哋嘅工作，但希望咧佢能够帮助到我哋更加快速完成我哋手头上嘅嘢。好啦，今日我分享先到呢度啦，我系卡洛斯，喜欢嘅影片嘅，请你订阅、加赞同埋分享出去啊，拜拜。